天下杂志37岁了，我先代表行政院祝福天下每一个人生日快乐啊！台湾有山有海啊，有湖泊有戏湖啊，美丽无所不在，文化多元，真的是一个美丽的宝岛啊，最适合推动观光产业。今天台湾的价值要提高，也许有一样我们必须要先做的，就是品牌。行政院呢会努力把台湾塑造成是一个观光好的品牌，提高台湾的观光能见度，让各国能够向往来台湾旅游，享受台湾的美丽，享受台湾的美食啊，还有享受台湾这个非常棒的人文风情。那第二个呢，行政院未来那么也会跟各地方政府啊，在品牌上面去加强。台湾要有品牌，各地方政府它的观光也要有品牌，也要有特色，也有内涵。那当然值得提升，那更不用讲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是行政院未来也会在经费上面跟各地方政府合作啊。那当然这样的话呢，才有办法吸引到各国，不仅仅吸引国内，也吸引各国的观光客到台湾来旅游啊。那再来一点，就是我们现在当然我们的观光的拓展的方向应该要多元啊。我们非常欢迎中国大陆的观光客来到台湾旅游，那当然我们另外包括新南向国家、东南亚国家的开拓，或是东北亚的加强，甚至欧美，其实我们应该要拟定计划啊。然后每一个目标、每一个族群，那我们都要去欢迎。啊，最后一点是，也是今天，那我们《天下》杂志要推动了，就是提高价值的深入旅游。未来如果让我们国内的观光客，啊，本国的观光客到一个地方做深度旅游，那外国的朋友来到台湾，也可以来做深度的旅游，看宗教文化也好。到台山县也好，到每一个城市做深度旅游也好，我相信那我们的观光呢一定有办法在进步。我们也希望在天下杂志的努力之下，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共同合作，政府跟社会各界共同合作，让我们的观光产业逐日攀升，能够交更多更好的朋友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